So we have Christina here. Hi. And then Jofan 跟猴子在那。今天这一间很大。哇，这个是球队的衣服。Like the whole school team is here. Swim Otter Swim School. 啊，这是游泳的材质哎。The Otter. 可爱。No, no, thank you. Keep looking, keep looking. Christina, you said you have a military discount. Did I bring it? I hope I did. Did you bring your ID? Yeah. Okay. Student ID. Yeah. Okay, for discount. I did bring it. Yay! Yay!Hi guys， 今天这集的内容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妥，但是相信我，这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很久之前就录好的。因为 Christina 说她今天的目标是短T，我其实很少逛短T，想说就一起看看有什么意料外的宝藏。这间店真的超大，大到有一种没有很想要用力的把每一件都看过一次的感觉。当下我真的有点在偷懒，没有认真的在寻宝，所以现在 social distancing 的时候就有点后悔。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圣地亚哥我知道的大部分的连锁二手店也都关门了，暂时的关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就是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 social media 里面 thrifting 很红的东西，他们喜欢买特大号的长 T 短 T， 然后像这样做成两件事，所以在逛的时候就可以特别去看这个改造的可能性，甚至有时候你找到的是现在大家都在抢的古着，这样的 graphic T 可以在网络上喊价喊到好几百块美金。然后 again 不要忘记在更衣间外面的架子，他们都很有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商品，但是对上一个试穿的人来说不太合身而已。找到 Levi's 了，二手商店的名牌，这是什么啊？ Signature， 这个很经典啊， 501， 可是我没看过。这件太大了，这件要38腰，这件36腰。怎么办？先拿了吗？先拿了。Okay, let's go。这件躲在男生衬衫里的大红色风衣真的是超瞎趴的。男生的衬衫一直都是我关注的项目之一，一来是因为男生的衣服品质上都会比较好，有点不公平，而且重点是他们都会有比较多的布料可以再运用。这件让我联想到 Bath Body and Works。另外这件 Abercrombie 是亚麻的，是最近很多人在搭配的米色，感觉就是搭个牛仔裤前面打个结或者是塞进去就很好看了。今天的预算也是台币1000块，前两个月我各花了32美金都有在预算内。大家还没看一二月的那一集的话，我把链接放在右上角，赶快去看。不知道我这样一件一件翻，你有没有看上哪一件？这一件乍看之下是不是超像建中制服的？这件是全鸡皮，我觉得超棒的，很秋冬的感觉。外面搭一件背心，然后搭老爷裤跟很复古的那种厚底球鞋，就会很好看的感觉。大概到目前为止，我只逛了这间店的两排架子而已。在不知所措的乱晃之下，我晃到了女生的上衣区了。这件纺纱的 Off White 衬衫我也觉得超好看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喜欢衬衫的人都会适合，而且因为它本身就有设计了，所以不用刻意去多做其他的搭配。这件针织衫我也觉得好好看，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墨绿色给我一种很高贵的感觉。这一件为什么我没有先拿？这件好像是 Tommy Hilfiger， 感觉就是品质好又很好搭的那一种。我那一整天逛下来好像整个状况外，然后店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那天的目标是要找裙子，同样的也是讲求布料的质感跟可以运用的部分有多大。
裙子真的很抢手，你看这个人真的很厉害。我后来发现他推了两三个全部都塞好塞满的推车式的架子，我只能说哇哦！站在他旁边逛街，我气场超弱的。今天人超多的，你。我大概花了45分钟才把整个裙子区看完，真的不夸张。Okay, I think I'm gonna stop talking about how big this store is.逛到这里，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这家店可以这么多人了，因为它比我之前去过的任何一家二手店都还要便宜，平均一件这样的裙子只要3到5块美金，大概是比我之前逛过的任何一家二手店都还要便宜50%到60%。好像就是逛到差不多这里，突然听到店内广播说，今天所有店内的商品全部都是半价。但是因为我那天的目标只有短 T 跟裙子，所以其他类的商品我只有走马看花。现在 quarantine 好后悔哦，真的什么都不奇怪呢。猴子说他想不到这个希腊神话的柱子可以干嘛，会放希腊神话的柱子在家里的人举手。对啊，没人举手，谁会买这个呢？好想知道哦。这个古董行李箱是不是很有特色？这个很多人喜欢拿来做装饰，这种行李箱好像会出现在二战的电影里面，超酷，但是不会想要拥有，谢谢。再来是鞋子区跟包包区，我还没有买过二手的鞋子，它也不在我的清单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先自己逛咯，等之后有什么心得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Look at this, beautiful.我也是，这双只要300块。然后我觉得这双雨靴也蛮好看的，但是在加州买雨靴好像很不实际。大家有买过二手鞋的经验吗？有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说不定我很受用。包包很可惜的，这次也不在我的清单上。可是这里的包包 range 很宽，感觉多多少少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包。像这种草编包，从去年开始就很流行。然后90年代的复古长棒包也有很多。这边突然又出现鞋子，我就直接整个跳过了，都没看。这个90年代的平价畅销品牌 Leeds Claiborne， 我已经拥有一个它的长方包了，但是这个也好好看呐、啊。OK， 把它拿到外面，这样它被别人带回家的几率比较高。又是一个好看的长方包，我其实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它也是个美人，所以要放在外面。接下来是家具区，如果我再买家具回家的话 ，Sam 应该会哭哭，所以我们就看看就好了。如果 IKEA 对你来说已经 low 掉了，那你应该会对这些实木的家具感到满意。你看看，这根本就是艺术品啊！逼你们跟我一起欣赏一下，你看这个椅子。再容许我说一次，这间店真的超大，加上全店半价，我真的好想好想再带你们回去逛这间店。好，走。去试穿这一间的更衣室，没有可以放的东西的地方 ，which is a downside。这件也太适合我了吧，这件就是我啊。 Oh, I like it.
那我到底最后买了什么？$32的预算有没有又挑战成功呢？我们下回待续。希望你们还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加分享。想看更多这样的影片的话，要记得按订阅频道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